弹幕破3000万，热度破900万，肖战一连7天打破纪录，玉骨遥的热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其中，肖战所饰演的实影角色更是备受瞩目。他的角色不仅在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现实中也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互动。其中，不仅玉骨遥站内弹幕互动量破3000万，创弹幕互动量最快破3000万电视剧纪录。 而且，实影的角色强，热度值更是连续破纪录，成为了2023年首个最快破900万的古装角色。这是古装剧中的一次重大突破，一天一张海报接连7天，可以说肖战一连7天打破纪录，堪称无冕之王。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玉骨遥在剧情和制作上的创新和突破，这部剧在古装剧的基础上。 融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和亮点，其中家国情怀、侠义精神等元素的加入，让观众们看到了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剧情内涵。这不仅是对古装剧的创新和探索，更是对观众们的视听体验和情感共鸣的挑战和提升。其次，从观众的角度来看，玉骨遥的受欢迎程度和口碑是这部剧品质的最好证明，观众们对于这部剧的热情和好评如潮。 不仅是因为演员们的出色表现和特效的制作，更是因为剧情和角色的深入人心和情感共鸣。观众们通过剧情和角色的故事，看到了爱情、友情、家国情谊等情感的交织和碰撞，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和认同感。再次从肖战的角度来看，他在玉骨遥中的表现也是备受赞誉的。他通过自己的表演。 将石影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表演不仅在角色的外在表现上得到了体现，更在角色的内心深处得到了深刻的呈现。这种深入的角色理解和诠释，让观众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受到石影这个角色的独特魅力。然而，除了剧情和演员的表现，玉骨遥的热播还因为其与观众的互动而备受关注，在弹幕互动方面。 玉骨遥创下了3000万的最快破纪录，这不仅证明了观众们对于这部剧的热情和喜爱程度，也说明了弹幕互动这种新的互动方式在今天的社交媒体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观众们通过弹幕互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这种互动不仅可以增强观众们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同时也可以为剧情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考和建议。 然而，我们也需要在关注玉骨遥的热度和互动量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古装剧的创新和未来发展。我们需要在创作中不断创新和突破，打破套路和刻板印象，让古装剧更加具有深度和内涵。我们需要积极探索新的元素和主题，例如家国情怀、侠义精神等，让古装剧不仅具有观赏性，也具有思考性和教育性。 同时，我们也需要注重观众的需求和反馈，通过与观众的互动和交流，不断优化剧情和角色的塑造，让观众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参与到古装剧中。写在结尾，综上所述，玉骨遥的热播和互动量记录的背后，不仅是因为剧情和演员的出色表现，更是因为其在创新、互动和深度上所做的努力和突破。 我们相信玉骨遥的热度和口碑将会持续上升，也期待着更多优秀的古装剧的出现，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